Hello， 玩娱乐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胖子汤。我已经26了，没什么感觉，该怎么感觉怎么样。我现在就是这个感觉，我现在就是跟着这个感觉走。我每首歌都是写我自己的故事，每首歌传递出去的音乐跟方式也不一样，可能永远达不到周杰伦以前那种时代的那种感觉，但没关系，我在这个时代我已经尽我最大努力，我就够。我喜欢唱，我喜欢写，我就写，我就唱。拍戏是每一天，只要要拍了，我就必须得全身心投入进去。要拍一个东西，你适合做这个，你喜欢做这个，你会慢慢的从每一份工作当中体验到这个工作的乐趣，然后享受在其中。是不想让我的电视剧跟其他的偶像剧一样，我希望我的电视剧是充满积极性，有正能量，很阳光，很有动力的这样一部戏。拍戏不行，拍戏不行，对，工作是我快乐的源泉，但是不工作的时候也很快乐。我是要看向未来的，我不想把歌曲放到以前的东西，我要往前推，因为我要写这个东西，我必须得去探索。每天都在期待，每天都在努力，因为我不畏惧，就这么简单。我活得很坦荡，我很堂堂正正在做我自己该做的事情。而我那么多年，我从出道到现在走过来的每一步跟今天的成绩，这就是证明。